你搞得掛只筋，你角你度啊，八十四十四係，反正佢三號俾九號，九號俾一號，一號三分跑咗。冇籃板，冇籃板，攞唔順可以攞到。比分係35-30啊！柴灣工業九號俾十九，五分啊！廿四比九，九比十九，九三分起手炒咗。一號拎波。咩波啊？呢球？咩波？可以冇籃，冇籃板。自己隊友11位男仔好耐都喺度。換人。阿羅，你指我睇下，你想我哋升，指我哋升。好，留位，我翻下一次先，陣間再追翻嚟一次。差唔多。我俾十九三分起手炒咗，11號籃板。我問顏色啊，唔關係，我問顏色，唔好意思，識得啦，知道。有四，係啊，你有四份可以講嗰啲。1-9, 9-3。打呢場好多錢都。前側九號起手三分炒咗。佢呢邊物價好好大啊！你咪見啦，雖然你見第一場呢度整喺個白藍色咁樣高曬，但係白色可以臨尾掟埋13分，唔使後備出曬三分就點啊？5分鐘我都係完全嗰個同我身高比十分，高比黑色，高比廿四。轉邊？轉邊？而家完全喺外圍猜啊！慢咗，八秒、七秒、六秒、五秒、四秒，八號比九。三號 steal， 唔介，因為佢攞唔到發球權翻嚟，佢一偷個波都就係攞唔到球權翻嚟，爭少少攞到球權。一號三分起手炒咗黑色24籃板。係啊，三號有起手啊，之後諗啊。一號俾九號，九號俾三號，三號俾九號。九號兩分炒咗，聽唔到啦。一班人俾一號啦，呢啲一號籃板，一號俾九號，九號俾六號。好，志仔，係啊，志仔。呢邊起手嘅多。9-9, 9-3，三號三分炒咗黑色籃四籃板，24-2，哇頂佢啊！2-4，但係佢唔係好大力嘅，頂啦。三號 steal。但係好靚咯，執咗個啲就正嘅，有咁大力嘅，彈開頭，係啊，就彈開頭。邊有空？所以佢先呢下先先嘅，打波先嘛，係啊，打波先。用技術過咯。有犯規。用技術過咯。
做老師嘅喎。一號。唔射啊？點解？突然間咁做啱啱，快殺啱，上波疏佢。但隊友佢隊友都好難唔到，又見得佢。佢以為佢射。係咯，要俾零號，零號三分起手。柴灣工業啊，當咗呢個係主場啊！又二比一，一號兩分起手入咗。見到又唔好影佢拍波，可以唔去啊？又冇影佢拍波，係咪拍一執可以攞翻波二比廿四，廿四比零。零號比四，四號兩分炒咗，十一號籃板，十一比一。一號比十二，一號比廿二，計俾翻一，一號兩分炒咗，十四號籃板，係開始贏波人，廿四比十四，十四比二，二號比廿四，廿四比四，四號兩分炒咗。十一號籃板，全色十一籃板。有冇曬兩隻眼？一號比廿二。我諗深過嚟，一定要做舉手。多謝。廿二比廿四。低位保住你飛開啦，唔會就住你唔發力咁解。點解咁鬼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玩啲高強度，係啊，一定要啲飛開啦，好大力，好大力。射高，射一六，射一三分鐘啊！冠軍就可以攬到手。好緊湊，係啊！呢個小組啊，每六隊一個小組啊。兩個比廿四，廿四三分起手炒咗六號白籃板，三廿二，廿二比一，一號三分起手入咗廿二助攻。兩分，兩分嚟，兩分。二號比廿四，廿四比零。就打你我哋啦，打我哋。九號 steal。冇。廿二、廿十、廿四、廿四犯規。廿四三犯 ，team post 三次。根記。玉星。打住。八球入咗一球，廿二號。半人出嚟咯，咪。廿二發球收咗，廿四籃板。左右手去準備停表，一犯規啊！一犯規，一入波就。啊！停表。即係所有嘅一槍就。搶多一種籃板，十五，唔係六號。安全。係啊。彈有騰空力先，我哋拉空啊。冇騰空力嗰啲，已經唔見咗，已經跌翻落嚟。二號發球，第一球跑咗。跟住準備彈出嚟，一彈出嚟。十一號老籃板，加三分波呀！一號比廿二，
22比翻1號，1號比9號，9號三分起手炒咗，0號籃板，0號單大，0號比9號，9號比翻0號，0號比翻9號，9號比14號，夾用夾，一分十二秒，快耍球耍球。不好意思啊，一分鐘，進攻時間八秒，九號六秒，九比廿二，五秒，十二，三秒，十二比一，一號三分跑咗。不是啊，24秒為例啫。唔計啊嘛，唔計啊，唔計。抽到，40秒。我俾九號。進攻時間10秒，九、八、零號俾九號，六、九號俾二號。找到一條路，俾人掹住，再找到一條路係啊。六號犯規，六號四犯，天花兩次。只要找到一條路可以捐上去嘛？捐上都唔知道翻去邊啊？打成啊！喂，頭先守咗兩球罰球係注意啊，呢個二號。二號一球罰球入咗。如果唔係成為呢個罪臣啊！今晚就被人打了，入咗三分。冇入冇嘅睇，然后两球罚球入晒，好啦，一般只奖杯已经袋入袋啦，而家。三啊，第三个。出籠嗰個，出籠嘅 Roy 嘢啊，嗰個出嘢啊，嗰啲咁嘅又出咗。呢個打面嗰兩個位，屌人哋又冇，收到收到。九號犯規，天貓四次，係啊，俾佢一號。一號犯規，如果犯規冇波，唔會啊！要犯我就要犯，一定要有嗰個出嚟先可以犯規，所以球一定要提咯。啊，個波出嚟先可以犯規。九號射開球，兩球。我啲唔知啊，睇嚟。罰球入咗一球，加油！要唔要啊？罰球抽咗一球，兩支喇叭，一號，又俾人九，九號 steal， 哇，廿二號波，
兩個三分起手炒咗六號籃板。係啊，即係你要即係。